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肯，欢迎收看旭哥抽转蛋。那今天是12月25号、啊，圣诞节，那就来抽个转蛋好了，就刚好周末了，抽个转蛋舒压一下，放松一下。那我再来看要抽什么好，就随机抽好了，看看心情，先抽个免费抽，看今天的那个手气如何，先试一下，试试水温。好，那还没订阅频道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《复活邪神转蛋冒险攻略》，还有转蛋分析、战力分析。哦，第一抽葛雷，不上不下，不上不下。我们来抽抽其他的，试试手气。我、哦、这个累积好多了，先不要抽好了，先抽这个好了，半周年的这个。我是建议啊，大家缴抽的话，可以先抽这种池金是固定的，因为像白金票券有没有，它的池是会一直跟动的，那个你可以不急着抽。那像这种池是固定的话，你其实就抽一抽。哦，电流很大，可是它没有爆、啊。这种池是固定的，这是手气啊。哦，中一只新的 S 呢，这只是谁？芭芭拉。哦，哎，还不错哎，有新角哦，可是是 S。不过有新角就可以新，可以练一下新角。那大家有空呢，可以看昨天那一集，昨天那一集的话就是可以去练功，还有那个。讲那个 SS 理查 ，SS 李奇啊，不是理查，我已经练到50等了，李奇我已经练到50等了。啊，李奇其实我是觉得他真的还算不错哦，实战用起来其实，他基本上你就把他当做是个大男，就是当做个坦就好了，会伤害的坦。哎，哦，怎么都是 A 啊？到现在好像还没抽到一只 SS 欸。这一次的这样手气好像还好。再试试看。哇，不妙。哇，手气好像不是很好，我们抽看其他池好了。这个抽了100张嘛，来我们抽看这个螺旋回廊。为什么这个打到满之后195张啊？哦，来了。哦，一抽就爆，第一个十连就爆了。这个也是换抽大法，来了。哇，苍蓝。来了一个苍蓝啊，不妙！我苍蓝都抽到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哦，又来一个，这是他临终时的一眼。哎，这好像是新角，好像没有这只。为国家角着想就是为人民，想政客是啊，士兵。哎，这只是新角啊，不错哦。哎，中了一只新角，哎，士兵。这只算是有点稀有啊，哦，它的技能还不错哦，石兵，哎，这只还不错哎，也是有反攻回避，它就是很像攻击型的李奇，感觉比李奇的招式还，偏向攻击一点。来吧，今天节日嘛，我来，哇，这个长得好像是某位老头子，
果然是威尔啊，好糟啊！威尔怎么会一直来啊？威尔是算是名列十大守门员的这个一只威尔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火属性的招式啊。七大守门员呢、啊？哦，看一下会出什么。亚米尔啊，没有啊，没有 SS 啊，那我期待了一下，就这样抽完了，剩下的把单抽一下好了，试一下单抽的手气，来再来。好像不怎么样，沃德。来吧。哇，烈红。怎么都 A 啊。我今天有中一只石兵欸。哇，没有亮那个灯泡啊。教授啊，最近都在偷懒啊。电流很大，但是也没有出特效。S， 莉莉。哎，哦，有电流了，没有爆。不过这一次的好像新角好像都抽到了吧？哦，出了露珠，为了，哎，这个露珠是修行法术而巡游各地。哎，露珠以前的台词是这个台词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我有点忘记露珠的台词是什么，可是我露珠也五十等了，我之前就刷到五十等了，这次蛮容易抽到重复的 SS。我比较想要另外一只露珠啊，可是抽不到。缪斯啊，又是缪斯。然后最后一个，哇，没有爆，看一下，哇靠，里奇啊，又是个里奇，好吧，那这个我们再把这个抽一抽好了，我们去那边过过水，换个手气。看一下这边啊，感觉气势还不错。哦，庞统，庞士元，哇！我在这边怎么都没有抽到新的那九只啊？怎么那么难抽啊？啊，要爆了，这个要爆了，爆了！它那个电流量你可以感觉出来。我该来个新的九只 SS 其中之一了吧？哦，尤里安啊，糟糕，爱莲。哇，又同样的，又是爱莲啊。糗了，怎么这么容易都中重复的妹子啊？哎，我爱莲好像一天到晚都抽到啊，
大概比艾夏少抽到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我是那爱字头的都特别容易抽到啊。看一下，哇，干龟，我这大象还一直来啊。哦，真的是满满的大象啊！当我这里动物园就对了。哇，没有爆啊，没有特效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新角啊？虽然说我最后换了一个最终皇帝女，还有妖精。我是先换妖精啊，然后后来又换了一个最终皇帝女。我想说啊，最终皇帝都还没有抽，那个最终皇帝女都没有抽到过。就换个最终皇帝女，可是是觉得啊，怎么那么难抽啊？这个新角，这九只真的很难抽到啊！我看都没有，哎，哇，快用完了！今天这样也抽了100抽了吧？就是假如全部将。哦，要爆了！爆了，爆了！有气势，有感觉到了，有那个气势。给个新角吧！啊，艾夏，圣诞节，艾夏又来了，又是艾夏，你要泡澡？我已经看过超多次了，不可以看。哟，艾夏啊，圣诞节果然还是要出个艾夏，真爱的艾夏在圣诞节又出来了，不愧是真爱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好习惯呢？我其实我之前有出清掉一些艾夏碎片，没想到还剩那么多，一天到晚都抽到。我是想要出清到一两百片的。圣诞节，艾夏又来团圆了。在想说最近怎么好久没看到艾夏？艾夏果然就是永远都会一直在转蛋池里面出现的。哎，刚才爆了，我让我高兴一下。就一个出艾莲，一个出艾夏，两个就是爱不完就对了，都是爱。哇，这一次完了，结束了，啊，结束了，全部抽完了，结果又中了双爱，不是爱莲就是爱夏，我靠，全部抽完了，哇，今天抽了100抽，然后哎，就是结果就像大家看的那样，啊，里奇可以练到50等了。唉，我只能叹个气，真的是爱不完啊，艾夏、艾莲，对，我这两个，我艾夏、艾莲都练到42等了，尴尬，尴尬，我还是把翘臀艾莲练一练好了。这次有抽到一个石兵，然后一个芭芭拉。好吧，那今天呢，旭哥就是抽了100连抽，圣诞100连抽，那还是一如往常的，就是被艾夏就是缠上了，一如往常，今年2020年就是艾夏的一年了，拼命抽了艾夏，连最后圣诞节都还是要抽艾夏，哎，也没有这么爱。好啊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旭哥抽爽到这边，今天在圣诞池抽到了石兵，还有芭芭拉，然后还有满满的真爱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之后下一集见了。